奖项就是特别奖，要颁发给谁啊？冰冷哈带他老婆来，对不对？不对啊，从高雄跑来，没有报名参加比赛，结果这不对啊！来，其实很多老屁股看到很高兴了哈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哈。小的在下我还活在七蛋界，就靠你们的支持哈。好，来颁给我们的六翼天使暨幼幼班成员，A 什么 ？Elsa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知道吗？因为他今天生日啊。为什么？有很多女生是比什么？推广组，她是公开组唯一的女生，所以我们要颁一个最佳女战士奖给她，来，给她鼓励一下。所以推广组的大包那个鸡鸡不要剪掉哈，赶快，女生都来比了，你还不加油一下？来，颁发一下，给她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我拍照。好，我在录影，我在录影。好，来，最后真的谢谢大家，明年。明年的赛事，我也来，我也来。好了，妈妈，最后十秒钟哈。明年的赛事，庄家观有四场，大概有四场是协会办的，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支持。第一场，那个庄家观那边1月20号，好像什么议长杯吧？市长杯，1月10号。